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02面，402面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次正贤弥陀独圣之音，上品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精品又曰：十方诸佛所不能及。下佛云：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与平等法中而又有如是差别者，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也。这一节经文后面这一半呢，是为我们解释为什么阿弥陀佛独圣诸佛如来，前面第11品里面有清净庄严超于十方，像西方极乐世界啊，超过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这一品呢又说到十方诸佛所不能及，没有能够跟阿弥陀佛相比。这个地方呢，自然引起许多初学佛的同学怀疑，佛佛道同，菩萨有不同，等觉菩萨了也不例外。可是成佛呢，决定相同啊，因为无始无明，连习气都断尽了啊，哪有不同的道理呢？啊，共同一个圆满的自信，共同一个圆满的性德。这是事实啊！为什么他所现的报土不同？给诸位说，不现报土就同，现报土就不同。啊，为什么？现报土也好，现净土也好，现秽土也好。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都没有起心动念，这个道理跟事实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清楚之后自然就肯定了，没有怀疑了啊。为什么不同呢？因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修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
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就错了。啊，将来你成佛，十方众生有感，你自然有应。可是，自然所应的，无论是法身、报身、应身，哎，它自然有差别。这一瓶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启示，很多信息。啊，诸佛如来在因地度法大弘誓愿。啊，虽然度法誓愿，这誓愿里头自然是大同小异。啊，小异那就有差别了。啊，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确实是无比的殊胜庄严。这都是由于前世求道啊，初学佛的时候比丘的身份修行正果阶段当中是菩萨身份这个阶段里头本愿不相同啊，阿弥陀佛有48愿，啊，其他诸佛如来在因地没有听说发48愿，纵然有大愿，我们将这些大愿摆在面前比较一下，不一样。啊，弥陀第13大愿曰：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超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是在因地发的愿。光明普照之处，也就是佛对一切众生的加持所在。啊，而且呢，他愿超越诸佛如来，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他成佛了，成佛没这个现象。应一切众生之感现象出现了啊，众生有感呢，弥陀有应呢啊，从这个应就显示因地所发的大愿，愿愿兑现，所以是以至作佛时各自得知。啊，每一个人在因地发的愿，到成佛之后，啊，在十方世界应众生之感，
现象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细心去观察，弥陀应中发的愿呢，跟其他诸佛确实是不一样。啊，他的愿可以说是太圆满。没有缺失，他是面面都顾到了。啊，所以在应化的时候，啊，你譬如说，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是化身菩萨所感。弥陀自然应现的，方便游于土，是十方世界诸佛四圣法界众生所感，凡圣同居土是十方世界六道众生所感。啊，众生有感，弥陀就有应了。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古无大德有说。极乐世界的殊胜就殊胜在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啊，十宝土是明心见性所感得的啊，十方诸佛的刹土啊，就十宝土啊，大致都是相同的，啊，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跟西方世界比，还是有差别。原因在哪里？弥陀因地的愿，比一切诸佛来的周圆，来的圆满，不是没有原因的，有原因的。我们想发愿，那如果你没有念过无量寿经，没有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你自己去想，啊，我要发个什么愿？你写四十八条，跟阿弥陀佛经上四十八条对一对，一不一样？就明白了吗？啊，许许多多事情啊，我们没想到啊。弥陀在因地上全都想到了。啊，第一愿，他成佛之后，他的世界里头没有三恶道。啊，没有恶鬼，没有畜生，没有地狱，没有修罗，也没有罗刹，这是很难想到的呀。十方世界都有嘛，为什么没有呢？所以很多很多菩萨在因地当中没想到这个问题。哎，他突然想到，他这个同居土里头不要这些人，啊，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心思
周密啊。哎，在做比丘的时候，烦恼习气没断了。啊，做菩萨的时候，无明没破。啊，他思虑周到，所以他的愿行圆满。啊，到做佛的时候，度化众生起作用了，他的神通、道理、智慧就比其他的诸佛如来要超神了。啊，所以经上讲的这两句话要记住：自在所作，不为欲计。啊，他没有去想怎样这样做，没有去想我应该这样做，没有，那就起心动念了。啊，起心动念就迷了，就错了。一切应现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啊，众生想怎样，他自然就变现怎样。啊，我们这些年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水实验，啊，他告诉我，做了几乎上百万次的实验，看不到两个图案是相同的。我告诉他，根本就不可能有相同的。他说：“为什么？念头不一样啊！”啊，就是我自己在做实验，我前念跟后念就不一样。怎么可能有相同的呢？啊，同样是一个爱心，前一念的爱心跟后一念的爱心程度上就有差别。所以图案都很美，绝对不会一样。啊，他好像才有一点点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大乘经》里头讲的透彻。比科学家讲的圆满了。科学家没立心一时，化身菩萨立心一时了，才是真的圆满。啊，这是说到成佛的时候，如其本愿而现光明，皆是自然成就，不应计划与安排，因果如意。啊，你在当比丘的时候，做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修的什么因，这个时候果报就现前。果如其因，因如其果，叫因果不二啊！啊，是故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这就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称赞到基础。啊，这些诸佛如来在一起，不能不佩服啊！啊，自然佩服他，自然欢喜他，也是自然跟着阿弥陀佛走，
成就阿弥陀佛，庄严极乐世界。啊，要知道成佛只要证得自信，啊，无明破了，明心见性，所有一切烦恼习气全没有了。啊，无始无明烦恼习气不碍事，跟见思尘沙完全不相同。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啊，嫉妒怀疑，都是见思烦恼里头。见思烦恼断了，像这种种的严重的烦恼，阿罗汉都没有了，都断尽了。但是阿罗汉有习气，啊，辟支佛习气就断了，所以诸佛如来看到阿弥陀佛的殊胜，没有不赞叹。决定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而怎么样呢？把自己教不好的学生、难教的学生，全部送到极乐世界去上学，让阿弥陀佛教，啊，包括华藏世界都不例外，啊。毗卢遮那佛的学生，你看看文殊普贤带头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去跟阿弥陀佛学习，这就说明了，啊，用我们的话来说，啊，凡夫的话，俗谛的话，啊，没有一尊佛不支持阿弥陀佛。啊，自己的弟子，能够修成无上菩提，好啊。不能修成无上菩提，问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愿意去的通通送过去啊。啊，佛从来不勉强一个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的就是毗卢遮那佛所教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想怎样，恒顺他。啊，不要有意见。啊，希望大家和睦相处。为什么相处的时间不长啊？啊，顺着他，让他欢喜，不要让他生烦恼啊！啊，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能忍。啊，不能忍就不能随顺，能随顺就能忍。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
啊，所以诸佛对弥陀的赞叹，光中极尊，实中佛中之王，是出于真心的，出于自信的，啊，自自然然显示出来的。下面为我们介绍无量寿佛的别号有12个，这12个号全是赞叹之号。啊，从赞叹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弥陀的智慧光明不可思议。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12种光啊！每一种光遍照虚空法界，摄受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有缘的人感受到了，没有缘的人，佛光虽然照你，你没有感触，没感觉到。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说麻木不仁呐，啊，好像身体局部有一部分麻木了，没有知觉。啊，不过还不错，还有一部分有知觉，能感到。这都是有缘人。如果全身麻木，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用身来比心，实在讲，身心都有灵觉。在《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切众生包括无情的，也就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全都包括在其中。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是心念变现出来的，心念是精神现象，所以心念是物质现象的基础。心念是动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32亿8000年。那物质现象呢？既然是心念变现的，基础是心念，当然它也是波动现象，也是
一弹指32亿8000年。啊，说它的频率这么高啊，速度这么快呀、啊！啊，但是这种频率才动，它就周边法界。华严经上说的，出生无尽，含容空有，我们在这个本子前面念过，一毛一尘的微点，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小光子。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接收器，接收来自虚空，来自法界，十方的信息我们都收到啊，不是收不到，收到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收接收器有了障碍，虽收到了，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障碍啊。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虽收到了，也等于没收到。啊，就是没有感觉。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发射器。啊，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是物质，还有思想。啊，还有起心动念，这是属于精神。啊，全都有波动，我们的波动啊，也是立即就周边法界，十方如来，一切众生统统受到啊，这一点都不假了。于是我们体会到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关系搞清楚了，关系搞明白了。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一体。啊，变现出两大类的作用。啊，一大类是医保，非常明显，好像是共同的。第二大类是正报，正报各自不一样，但是要晓得，他没有离开一体。没离开自性啊，大乘佛法的教学最后的目标完全相同，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正究竟妙觉佛果，还在等觉之上啊！啊，等觉将最后一品
生相无明习气顿尽，他就圆满地回归到常寂光了。常寂光是一体，它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但是这三种现象，它遇到缘，通通能够出生，这样能生万法。因化身菩萨之感现十报庄严土，现报身，现报土，跟这些报身菩萨们和光同尘。跟四圣法界这些修行人感应道教，现方便有余土。确实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随顺六道凡夫，现应化身，现同居土。无论是现身现土，诸佛如来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不但没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习气也没有。这是自然的。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很深。确实不可思议，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段就是十二光如来，是本品第三个大段，显光明之十二圣明。殊胜的名号啊！此十二光明，称十二光佛，均以为无量寿佛之一名，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据。这十二光是阿弥陀佛的别名，前面四个名号，具足的名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后面就省略，佛字省略掉了。我们念应该是一号智慧光佛、常照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解脱光佛，乃至不思议光佛。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佛菩萨没有名号，那名号从哪里来的？名号是从信德来称赞他的。啊，他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所以诸佛菩萨有无量的名号。啊，只要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你能得其全，能得到他的圆满。如果分别执着，就得不到了。所以，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明心见性。你跟诸佛如来同样的，得到圆满的心得。啊，所以这十二种光，我们再深调的看，德号里头有无量，有无边，有无碍，有无等，等是等同，没有跟它相同的。有智慧，有常照，有清净，有欢喜，有解脱，有安稳。这把信德都显现出来了。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信德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德，我们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只是他觉悟了，我迷惑还没觉悟。为什么？一切众生只有一个心，这些名号都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的德号，果觉的德号，佛说得很清楚，只要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三样东西障碍，我们不能见性，我们智慧德相不能现前，就是因为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烦恼把你的真心，把你的信德盖覆住了，它不起作用了。啊，今天起作用的是烦恼习气，烦恼习气严重到极处了，造作极其深重的罪业，所以果报要现前。啊，
人类集体意识的祈祷会产生巨大的能量。科学家告诉我，这个祈祷能够把灾难化迟、推迟，把灾难推迟，往后推。能把灾难减缓，但是不能消灭。为什么？你的罪业还在啊。好像一个囚犯，犯罪的囚犯，判了死刑了。本来应当今年中国过去执行死刑都是秋天秋决，今年秋天执行秋决，这个祈祷的力量，大家来求情，好吧，缓一点，缓两年，两年之后再处分，罪在不是消灭了，可是这两年的时候，他变本加厉。又造无量无边罪业，越往后延呢，他这个罪业越重。那换一句话说，到后来说，那个报是凄惨无比，还不如早一点报掉。早一点报掉，罪业没那么重啊。如何是真正能够把罪业化解掉呢？心改了，真的把罪业化解了，真正忏悔，真正回头。连科学家也呼吁我们。教导我们弃恶扬善，这一句话的意思跟佛门讲的断恶修善是一个意思。一切恶要把它放弃，就断恶；一切善要发扬光大。弃恶扬善。第二，改邪归正。第三，端正心念，心里头念念都是纯净纯善，这灾难真的可以化解，那不是推迟，那是真的化解。这是问题，这个世界上人肯不肯听劝，肯不肯干？不干呐！现在的人奇怪呀，听骗不听劝，劝他不听，骗他听。所以他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回头，那灾难肯定会现前。现在纵然做集体祈祷，效果不如以前。以前祈祷的心很沉，那个罪比较轻。现在造的罪极重，祈祷的心也不是很沉，很侥幸。我能多活一天，多活一年，这种侥幸的心理，总有一天你的祈祷会失效了，没效果了，
不起作用了，灾难就会现前了。所以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事情啊，祈祷是治标，不是治本啊，治一时啊，不是究竟的。什么是治本，什么是究竟的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不跟大家讲经说法的。我们现在叫讲经教学。出家人哪有不讲经的道理？出家人的身份，你看，天人师，天上人间的老师啊，老师就是要上课啊，不上课怎么能成为老师呢？护法的工作全是在家居士。你看世尊当年在世，有时候也接受在家居士供养。居士们离请世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办个活动，讲一个专题，有些内容很丰富的，得要好几年才能讲完的，是大单元。像般若会，你看般若一会讲22年，这是真的，最大的。这一会当中又分为许多小会，每一个小会时间不等，有的1、2年，有的4、5个月，不一样，将近300余会。说法49年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办办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干这个事情，没有建寺庙，自己没有见到这个，但是接受别人供养，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他们有别墅、有花园。提供佛作为讲经说法的场所。一个单元结束了，佛就走了，离开了。在他家做，所有一切护持工作，他们家人派人来做。佛跟弟子们分座说法，这个分座就是现在分班。目犍连你带一个班，舍利弗你带一个班，办这些活动全是教学。现代这些寺庙里面，法会、经忏、佛事，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佛法传到中国来，2000年了，头一个1000年的也没有。中国佛教寺院、庵堂都是讲经教学。
啊，为什么讲经教学会变成金灿佛寺搞超度了呢？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啊，我遇到一个老和尚道安老法师，也是个讲经法师。啊，这个老人对我很好，很爱护。啊，我们是晚辈呀，他大我20多岁呀，父亲一辈的人啊。我就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这个事情大概是唐明皇搞出来的。啊，唐明皇也是个好皇帝呀。唐朝最著名的贞观开元，唐明皇就开元。啊，唐明皇实在讲的时候是拜在杨贵妃的手上，杨贵妃没有进宫，好皇帝呀！哎，可以跟唐太宗比美呀。那遇到杨贵妃完了，变了心了。啊，所以他遭了难，安禄山造反，几乎亡了国。啊，再杀了杨贵妃。啊，郭子仪平定这个动乱。死伤军民很多，啊，所以明皇不错，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这大陆上开元寺很多，开元年间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追悼死亡的将士、平民、人民。是个追悼的意思，啊，一年大概做一次大规模的追悼会，啊，国家带头，啊，要超度这些阵亡将士，所以以后民间，啊，家里有人过去了，也请个法师来做超度，啊，偶尔的。没有想到以后贬值了，寺院庵堂全做了超度了，讲经教学不要了，贬值了。这大概就是唐明皇带头搞的。啊，这道安法师告诉我，有道理。啊，真正完全贬值。寺院庵堂不讲经了，不修行了，这个可能是咸丰以后，就慈禧太后执政，咸丰皇帝死了，儿子很小，同治了，啊，所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他对于佛教不重视，啊，自称为老佛爷，啊，佛教衰，全面的衰退，应该是他带的头，啊，上行下效。啊，帝王不尊重，尊重佛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个业造得重啊！啊，不用伦理道德教化人民，不用佛法教化众生，社会就大乱了。地球上灾变呢就起来了，啊！现在所谓是自然灾害，其实不自然，众生业力所感啊，不善的业啊，感应的地球到处灾变。啊，如何恢复秩序？如何恢复地球上这些灾难？啊，让它正常化，没有别的。人心正常了，外面环境就正常了。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境随心转”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都是佛说的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啊，我们的心善，社会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善，我们的心不善就没有一样是善的，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没有别的，阿弥陀佛善，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都善，又何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天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中断。啊，不向佛菩萨学习，不向圣人学习，我们向谁学习？啊，今天全世界向电视学习，向网络学习。啊，网络跟电视教人什么？教的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这种教育是毁灭世界的教育，不但毁灭社会，毁灭了地球。啊，赞叹这个教育的，拥护这个教育的，那就是你就是他们的护法。啊，帮助电视，帮助网络，毁灭世界，毁灭地球，就干这个。啊，现在跟佛学的人少啊，表面上讲哦，学佛的人很多，实际上真正信佛的人很少。啊，学佛的目的错误。啊，把庙盖得富丽堂皇，啊，天天去拜佛，求什么？求升官，求发财，求名闻利养，求五欲六尘，求这个，不是求道啊！道是什么？我们这个经体上有因有果。因清净平等觉，果呢？果是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智慧，摄无量寿，把这十二个光都含在里头。
庄严时，真善美慧呀，这个果报都殊胜了。这个果报是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就是大乘无量寿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觉来的。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报。那么今天世界的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所，不讲伦理，不讲道德，不讲因果，不讲宗教，讲暴力，讲色情，讲杀盗淫妄，正法没人护持，极少数的人知道，他们的利益，他们念佛将来往生净土啊。社会的混乱，地球的灾变，造作这些不善业的人，他要承担这个果报。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谁都没有办法代替。我们接着看黄念老的注解。首楞严经曰：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人52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200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界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佛，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这个地方所说的十二光佛，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往昔恒河沙界所遇到的十二如来十二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又密布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及陀罗尼经。这个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室内坐12曼陀罗大圆镜智宝相，其名为一切三大无量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正与本经相合，引邪灭经典，证明这十二光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的别号。又唐以
为十五光，诵仪为十三光，乃开合不同耳。啊，唐仪就是宝积经，无量寿会。啊，诵仪的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这是十二种仪本最后的一种。啊，它里面讲十三光。十二、十五、十三，开合不同。啊，都是一个意思。向下了，念老，一尊一尊的为我们介绍。第一个，无量光佛，坛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寄语。有这一首偈，智慧光明不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有量住相蒙光晓，是故即守真实名。啊，住相是有量的，佛光是无量的。啊，佛光遍照诸相啊，诸相蒙佛光助照，他就开悟了。啊，幕后一句“是故即守真实名”，真实名就是无量光。啊，就是感恩呐、啊。记的意思，深广无尽。大师此赞，深其圣心。啊，这个圣心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心，坛鸾大师能体会得了。直指光明皆是智慧，智光宝耳啊！啊，是故即守真实名，以此光明即是真实，故应即守礼敬也。因此。大经，这个大经就是无量寿经，我们现在所学的啊，因此大经唯一真实啊，经中给我们说出真实之机。这是自信的心体，真实智慧，这是自信之相，真实之力，这是自信的大用，体相用，啊，真实的体，真实的相，真实的用。完全是自信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了五句话。他说五句话，跟此地讲三个真实，完全相应，无二无别。
今既云真实名，可见极乐依真因果纯一真实。啊，这就是祖师大德常常说的，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法性土。啊，正报是法性身，是真实，那不是假的。世界是法性土，啊，也是真实，不是假的。啊，真假这个定义在大乘法里头很单纯，啊，凡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真的；凡是会变的，那就是假的。啊，真假用这个来界定。啊，你看我们人生，它会变。啊，一天比一天衰老了，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树木花草会变，春天生，夏天长，啊，秋天果实成熟了，啊，春夏秋冬四季不同啊，它会变的，会变的就不是真的。啊，山河大地也会变，沧海桑田，啊，喜马拉雅山，阿拉亚山顶，这世界上最高的山，啊，登山对到了呢，山顶上捡到很多贝壳，贝壳是从哪来的？海里面的。那么由此可知，喜马拉雅山的顶以前在海底下，啊，海底下会起来变成山，山会下去变成海，这就是说大地无常啊，不是真的啊。啊，那么极乐世界前面跟我们介绍了，极乐世界是真常，永恒不变。啊，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不变呐，树木常青呐，没有看到树叶变黄。没有看到它落叶，极乐世界没高山，极乐世界没有洼地，大地平整。啊，平地正气，啊，琉璃为体，它不是灰尘。啊，大地是琉璃，绿色的玉，透明的，从地面看到地底。啊，黄金在极乐世界是铺马路用的。铺路的，啊，永恒不变，人也是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生到那里是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啊，一生到那个地方，跟阿弥陀佛的像一样。一样高，一样大，相貌也一样。啊，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啊，体质金刚啊，紫摩真金色身，这讲的体质啊，不是肉身啊，不需要饮食。我们真的要饮食来养这个身体，那你不需要，那个身体不需要，不需要这个饮食来养。啊，完全是自性里面的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没有变化了。一报真报都没变化，所以叫一真法界。我们这个世间无常啊，那个世界真常啊，真实之际啊，啊，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啊，经济云真实名，可见极乐一真因果纯一真实。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世界六道轮回苦，地狱最苦啊，我们有没有造地狱业呢？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呀，没有人不称赞了。今天全世界大都是有唐人街，他为什么不叫汉人街？为什么不叫华人街，叫唐人街？到现在称中国人称唐人，你就晓得唐朝的政教多么值得后人怀念啊！他堕地狱去了啊！为什么堕地狱？造地狱业啊，地狱也是无逆十恶。我们今天有没有造？杀生、偷盗、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贪婪、嗔恚、愚痴。这十种全造了，就是地狱罪啊！啊，好皇帝造了这个业，还是要受果报。地狱太苦太苦了，无法形容啊！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是无间地狱。啊，我们走哪一条？自己有权决定啊，自己有权选择。
啊，也许我们会问呢，我们没有那个善根福德，我们造的罪业太多了。啊，自己知道肯定堕地狱，怎么能往生？你在这一生当中，有这个缘分遇到净土，啊，遇到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土，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文》，就说明了你是一个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你这个条件就说了。至于善根福德不够，这个有可能啊，但是能补得过来，要多少时间才能补过来呢？这个不一定。如果你是真心，你是诚意啊，真诚恭敬心，你就会补得很快啊，至诚恭敬。弥陀经上讲的一日到七日，你就把这个善根福德通通补满了，你就能到极乐世界去亲见阿弥陀佛。啊，印光大师说得好，十分沉静，你就能补得十分的善根福德。一分恭敬，那你就补得一分。都在你自己啊。啊，怎么个补法呢？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补过来了。啊，真诚恭敬是什么？我对这个法门，我对这个名号深信不疑，我真的相信他啊，我真念佛把心里面一切忧虑牵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至诚恭敬。用这个心来念佛，就是经上所说的，古大德也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你生生字字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脚，所以经上讲啊，念一声阿弥陀佛，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是用这样的心念一生啊，念一天到七天，无量劫的罪都消光，都消尽了。
啊，如果念佛心里的还有杂念，还有妄想，就把你的功夫破坏掉了。啊，不是不得力了，是妄念在里头把它破坏了，疑惑在里面破坏了。啊，念着念着我怀疑了，真的是假的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力量太大了。这三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真难。难在什么地方？你对于极乐世界太陌生了，你不熟悉。啊，古大德教初学，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叫你把生处转熟，把熟处转生，来个交换。啊，我们现在什么东西生熟呢？杀盗淫妄很熟，自私自利很熟，名闻利养很熟，啊，五欲六尘很熟。啊，念念没有忘掉这个，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很生疏，常常忘掉，记不得。啊，祖师大德叫我们来个转变，啊，把生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把它变熟，现在熟的疏远它，慢慢的生疏了，这是个好办法了。啊，也就是我讲的，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连弘法利身的念头都没有。真的转了啊。弘法利身附带的。遇到缘去做，没缘不要做啊。不攀缘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注解里头说，因此智慧光明，这真实明，能开晓诸有中一切之相啊！啊，一直开晓一切诸有中之众生，故曰：有量诸相蒙光晓。啊，一切众生蒙此光业而晓了真实智慧。佛用光教化众生，佛用光觉悟众生。啊，光的利益无量无边呐！啊，光是
真实智慧。论诸曰：若遇阿弥陀佛如来平等光照，是等众生种种意业悉伏，皆得解脱，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意业，是皆蒙光晓之意。一皆会于众生真实之理。实际上阿弥陀如来平等光照从来没有间断过，他的光遍照法界，没有昼夜，没有先后，没有远近，光明遍照。善根福德厚的人立刻能感受到如果不能感受，我们可以种种方便来接受它。什么方便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所在之处啊。这个经典会把那个光聚集起来，收起来啊。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我们就用无量寿经，用阿弥陀经，把阿弥陀佛的光平等光照集受在这里，我们就能吸收到。我用念佛的方法，口念佛，心想佛，光就照到了，就接受到了。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大势至菩萨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佛光哪有不显著的道理啊？我们六根散乱了，把弥陀平等光照障碍住了。光确实照到我们的身心，我们身心自己有障碍，得不到光照的利益，没觉悟见到佛像就觉悟了，听到佛号就觉悟，看到佛经就觉悟了，听讲觉悟了，那就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为什么你不觉悟？我们说个很简单的，真诚恭敬没有，所以你不会觉悟。一分真诚
就一分觉悟；十分真诚，你就十分觉悟；百分真诚，那你就百分觉悟。光照是平等的，每个人觉悟不平等，每个人的真诚心不一样啊，这真的一点不假了啊。我们早年做学生的时候啊，跟李老师学经教啊，老师给我们上课，我们同学20多个人，一堂课下来了，每个人的感受不相同。老师教没两样，平等的啊！当年那个教师给我们这个摄影棚差不多大，20几个学生，啊，10几张课桌椅，一个课桌坐2个人，从这些实例，我们就能够啊体会到，啊，一般人不知道啊，认为聪明智慧不相等，啊，聪明的人得的多，程度差一点的人好像得的少，不是。与这个不相干啊！聪明智慧那是世间法，不是佛法。佛法讲根性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次经都没听过，为什么他在五祖方丈时半夜3更听五祖讲《金刚经》大意啊，绝对不是细讲，讲大意啊。我们估计时间顶多2个小时，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五祖仁和尚讲经讲了一辈子，听众那么多，都没有一个开悟的。这个不认识字，从来没听过经的人，他怎么一下开悟？可见的，这个与世间聪明才智不相干。与什么相干？真诚心不一样啊！啊，你为什么得不到同样？听课的时候胡思乱想，意志不能集中，啊，我们在课堂上课，大概6、7分钟之后，你看学生在窗户上东张西望，心不在焉，那怎么能学到东西啊？那讲是白讲了。啊，我上了2、3堂课以后，再不上课，浪费时间。啊，这是大学，著名的大学。啊，所以现在的学生程度啊，
一落千丈啊，有道理。啊，没有心思在学。啊，我今天早晨还有同学给我送一个条子，我看了一下。啊，是现在的小学生逃课的很多，旷课的很多，不肯学习。这个现象在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正常现象，不正常就是正常，正常就变成不正常的。为什么呢？你要想想他的扎根教育学的什么。扎根教育，古老的中国人，这个小孩刚生下来到3岁叫扎根教育。啊，1000天呢，他眼睛在看，耳朵在听，他在模仿。啊，现在这1000天谁教的？电视教的。小孩一生下来，大人就不管了。啊，请一个保姆叫人去带，保姆只要小孩不吵不闹，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叫他们看电视，哎，他就不吵闹，小眼睛盯住，就在那里学，啊，这学坏东西全学会了，啊，长大了，不听父母的，不听老师的，从小就教会了，教，这就会了嘛。你能怪谁呢？没法子啊！我们小时候哪有不听父母话的？不但父母，大人讲什么，我们都乖乖的听着。那个时候社会不一样啊，风气不一样啊，我们是生长在农村。啊，农村小孩顽皮啊，在外面小朋友玩淘气啊，路上走路的行人看到了，看到我们行为不端庄，把我们叫过来狠狠教训一顿，我们都乖乖听，都不敢反抗。啊，我们家父母看到了，对这些路人感谢。这个社会风气好啊，啊，儿童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讲得很好：“教儿婴孩，教父出来。”婴孩是一出世，这婴孩不是小孩，婴孩啊，叫什么呢？父母教，父母在小孩面前一举一动都是小孩的榜样，他在学习啊，所以《弟子规》呀，不是叫小孩念。是父母在小孩面前统统做到了。他虽然不会说话，3岁，他一举一动，《弟子规》的规矩都全学会了。父母教的，大人教的，啊，因果教育，啊，稍稍长大一点，啊，4、5岁叫因果教育，告诉他。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从小受这个熏习，一辈子不会忘记。起心动念，他就会想到报应。
怎么敢做坏事呢？那因果教育怎么教法呢？中国古人有智慧啊，城隍庙啊，阎王殿呐，不必去多啊，一年去个五六次就行了。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带我们去看十王殿，一点一点的指着告诉我，你看做这个坏事受这个果报。我们就明白了，印象深刻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起心动念就想到阎王殿。你敢造，我不敢造。你不怕，我害怕。你只要能信，你不反对，你就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这一生遇到这些灵鬼的事情很多，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为什么不找别人？他答的话答得非常妙，因为你相信。答得真妙啊，我相信他就来找我。对呀，那不相信的找他，你不理他，求他办一点事情他不肯办。他来找我的时候求我，我一定会给他办。这个就是感应嘛。你相信你就会遇到真实，一点都不是假的。托梦未必可靠，附身是真的，绝不是假的。催眠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从催眠让他回去了过去时，再过去时，透露很多信息。所以我有很多信息从他们这方来的。这些信息自己要有智慧去辨别。为什么呢？善神有信息，恶神也有信息。如果我们什么黑白不分的话，肯定上当。那就被鬼神欺骗了，错了。所以可以参考，如果不合乎情理的，就不要理他。合情合理。我们就斟酌情形来处理。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能够自他两立呀。自己一定要以佛法，要以经典做依据来处理事情。与经典所说的理论原则不相应，就决定不能听他们的。那听他们的错了。与经典的原理原则相应，可以做参考。今天